又开始轮滑泥了啊，这都是新的，新的也要融掉，重新加工。上海有一个函数，哇，金毛。放第二个。掉了一个。这是一个100克的金条。手镯。一天能融好几锅，一锅一锅的融。项链，成捆的项链往里面融。这回满了，这有个将近6公斤。融它，放点那个孜然，可以吃了。对，这个汤非常好喝的，这个非常有营养。加一下，这个汤很好，马上就变成固体了。这个将近6公斤的大金块，哇！你看看多重，夹出来，哇塞，太重了，这个6公斤。称一下多重，我的妈呀！54.44。